刚这样唱 OK 吗？我觉得不行。我都这样子，听闻就发出失意了，然后却得到这种回馈，我还是先下去好了。好，我也不要管他。我们接下来是我们的压轴，让校长看得目不转睛的素条五姐妹，如今碰到我们的社团主席唐宇大大，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火花与激情呢？让我们欢迎唐宇与素条五姐妹的邂逅。
欢迎。